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在今年七月间接获情资，中部地区有一制毒集团，立即与彰化县警察局、云林分局、西湖分局及芳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经专案小组进行跟监搜证后，发现嫌犯疑似利用彰化县芳苑乡某国小旁之天地三合院为掩护进行制毒，立即于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持台湾彰化地方法院搜索票，前往彰化县芳苑乡园林镇及彰贤位于台东市北区之住所等六处进行攻坚搜索，共计查获彰贤等三人到案，并于制毒之三合院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卡基酮先驱原料 7GB、液态卡基酮毛重1400公克、卡基酮成品结晶体净重276公克。制毒原料苯丙酮毛重2801.5公克及制毒笔记本等证物，全案前后将彰贤等三人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后，发现张姓制毒主嫌幕后尚有出资金主及提供制毒场所者，遂持续加强溯源追查，在11月4日顺利缉获幕后出资金主及提供制毒场所者，彻底断绝资金来源。本案共查获5名嫌犯，其中4名嫌犯经检察官申请羁押定件获准。以上，谢谢。